他比南农是松，他气场好。首先，呼呼的一伸出去，番女同志比南农是松。啊？不是，您不是挺什么的吗？挺热乎的吗？人手热乎就好，身体好。他没准备，刚才说什么我没听。不是，他这个。啊？旅游当中没什么东西。哦，对。里边是一般的都是旅游有点劲儿。培养你儿子吧，是你是爷俩吗？对，这小伙子好好，我跟你说啊，就给你找这人就跟影儿了。这老爷子这别有这个八十八了，正晃动着，好好拜拜这小伙子，别小卖力气，我这就是瞎卖力气。他这个力气练出来以后还用不着。要再有您这东西有那力量，那好多点上买点吃，是还用得上。对，你就好好别的住什么，像我那住李师傅，哎，你们住的近吧？这种推碗我不愿意推，的时候什么，我这也练习的，还是顶。你是垫着，又丢又顶。对，又丢又顶，要是我跟他玩，我也是释放是吧？其实我不愿意，我愿意跟这，我就愿意听李师傅这劲儿，他舒服，他打出人家养人呢，舒服，你老顺着他出去。你看，小伙子，我再跟你说一张的事儿，这个劲儿，你要真跟李师傅学了，他一摸你有劲儿，一打你。你就顺着他出去，一打你你就顺着他出去，别跟他顶，丝毫你都别顶。你老跟他出去，顺着出去，你明白了，顺劲儿也不那么容易。别使你的力气，不用不着。一折腾，这是不是也不是外人一折。